少年的作为表到顶牙，本市议员参选人詹维元登记，找来前主席江启臣助阵，就是不找正为常委贿选焦头烂额的朱主席。不分派系哈，那在这一次，希望我们国民党在2022年年底的选举哈，一起打一场胜战。这一场选战当中，我能做的就是当一个最佳的拉拉队哈，助选员。那我们都是国民党的人啊。也没有去分说什么子弟兵不子弟兵，跟没有什么非猪联盟哎，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国民党的年轻人算是非常非常艰困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资源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只要党内任何长辈愿意帮我们，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开心。江启臣母鸡带小鸡，蓝营年轻参选人则清一色加入战斗蓝。赵少康拜托内湖南港的好朋友，接到初选民调，请大声说出唯一支持张焕麟。我是赵少康，拜托拜托。田方伦有战力，会做事，赵少康真心推荐。赵少康俨然成为国民党新的辅选天王，比主席朱立伦更有号召力，但也有人打团体战。新北市民加油！侯家军登记抢头香，但尴尬的是，偶遇之前互杠被逼换选区的三鲁林鼎超，传出基层公庙偏心侯家军，跑脱能做主桌，其他人场边发面纸。大家其实都是一起做主桌啦，没有什么换选区的问题啦，就是反正我决定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好，然后做到完。三鲁选区三个青年参政，之前才被传一个要礼让侯家军，一个要退选，如今同框破传言。近新闻叶婷。李明佳采访报道。